上了一整天班，会不会觉得喘不过气，或是在公司受了气无处发泄呢？这款 Smashed Office 就可以完成你的梦想哦！只要拿出手机来下载，你也可以把你的办公室给砸个稀巴烂喽！与知名游戏忍者切水果同样类型的游戏多不胜数，不过这款小品游戏却很适合充满压力的基层员工们，让你们在办公室中好好发泄一番。在游戏中，你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砸烂一切公司的资产，砸得越多分数越高，同时也可以随机获得各种道具，让你陷入疯狂暴走状态或是冻结时间。游戏中捡到的金币可以获得分数加成，最终结算时更容易取得高分。虽然游戏内容很简单，但相信你过了很糟的一天时，会忍不住拿来多玩两把的哦。